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期是深陷三大案风波，那么现在他又在被爆料，在台北市长任内和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见过好几次面，不过都没有任何的记录。对此，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今天怒呛柯文哲，一起带你来听。柯文哲，他可能心里没什么鬼，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认为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要求别人。柯文哲所有的检讨都在检讨别人，所以他没有要求自己，也不会检讨自己，他就大辣辣的，他觉得他最大，他就这个样子，所以他这个死样子、死个性，这次就踢到铁板了嘛。哦，所以这样，哦。这稀奇的够卡五啊！好，可以听到王世坚表示说，柯文哲既不做记录，也不向相关的政风单位回报，甚至还支开市府的警卫人员，难免起人疑窦。不过，民众党议员也反击，现在整体案件都进入司法程序，就静待检方调查。要不是对方椅子放下来了，他也按下性子，否则他如果东西砸过来，或者他人我挥拳过来。我一定让他满地乱爬找牙齿了。回想这场会议，王世坚还是很气。2022年和时任台北市议员李庆元为了台志光，差点拿椅子互砸。当时在一场政党协商中，王世坚和时任台北市议员李庆元为了台志光监视器的频宽预算以及话术吵到差点打起来，而王世坚甚至一度气到冲出门外。除了陈崇文之外，传出有市府人士爆料李庆元堪称大陈崇文，护航得更夸张。而当时议会通过弹书就是李庆元提出，但在议会除了王世坚，还有他很反对。李庆元他就坚持要把两枚提高到三枚，他说否则会监视器啊会有那个有一些问题产生，不然的话200万话术降为100万话术，做事啊要拿椅子来扎王世坚。我认为凡走过必有痕迹。不过李庆元也反击，若此案有问题，这些议员为何不在前市长柯文哲提复议案时支持？为何要花大钱装200万话术监视器，然后用所谓财政纪律省钱为由用两枚，结果运作影像品质还不如100万话术的？其实王世坚和李庆元当面对决不是第一回。我不客气跟你讲，什么三车道，三车道也在用三枚，那三车道为什么不两枚？我不懂，那现在到底是谁讲不 OK？ 先前民进党发言人才批评要陈崇文们都现行，蓝营也呼吁就待检调侦办。据我了解，并没有第二个议员啊、去被约谈。那至于在侦办过程中一些政治的攻防抹黑，我看就不必了。为了台志光口角争执不说，差点上演全武行也有，没等到真相大白，继续开战。TVBS 新闻社洪瑞阳佩宇台场报道。你里面写了7页的废话，只针对警用监视器。最后一个测定作为积极接洽的厂商接手，现在接洽了几家？我们接触了3家哦，其中当然也有包括大家一定知道中华电信等。不满蒋万安的专案报告，台志光案看不到备援方案，尤其北市府4月8号发函台志光解除北市警察局签订的监视器网路子约，台志光终于回文，要求市府应该按合约规定给付专案费率2100元，若没给付全额，搬出民法。还想收利息，我也绝不接受台志光的说法，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切依照合约相关规定，而且我们4月8号已经终止合约，所以这个立场不会动摇。蒋万保证费率就是1761，但台志光态度也很强硬，接下来恐怕就会进入诉讼程序。不止台志光没搞定，蒋万安到议会也报告大巨蛋、北市科、金华城等4大案，绿营在批蒋万安状况外。你的两个局长去跟人家谈地上权的议价，谈的结论就是按照合约来讲，就按照合约走。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会议记录。送上桃花木剑，要蒋万安斩妖除魔，蓝绿剑指柯文哲任内3大案，但本人。不以为然。3大案会觉得是政治的攻防跟炒作吗？不然他也没事做啊。隔空在呛蓝绿议员，而前一天有蓝营议员大酸碰到柯文哲这市长，真是倒大霉。三大案焦点有激化不少情绪发言。TVBS 新闻许芳宇、盛宏、杨佩宇、新潮台报道。推动改革，民生做主。现身监察院前举布条喊口号，民众党宣布520总统就职前一天要号召民众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前封街集会，因为绿营执政8年，说好的改革仍在原地踏步。民进党不是说会考建2院吗？结果自己执政的时候要抽用的人太多了啦，
提好提满，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当作起点，我们从民进党曾经答应的改革要开始做起。只是现在柯文哲不止金华城、北市科、台志光，还冒出万华第一果菜市场以及南港 BOT 五案缠身，就被质疑这五一九集会是在转移焦点。其实已经打一个多月，我看你打不出什么名堂了。每一笔预算都曾经在议会审查过，今天所有出来讲话的议员，这些预算在审查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怎么当年都不讲话，现在全部都跳出来了？还是你要跟我说你当年是白痴，现在突然搞清楚了？就连妻子陈佩琪表示自身能力已经不符合北市卫生局要求，而萌生提早退休念头也遭到质疑，是要连结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来帮柯文哲转移争议。陈佩琪虽然是我的太太了，不过长期来大家也知道了，她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你知道哈？还是那句话啦，她言论就代表某一位国民的言论，但是他是一个具有专业性的一个专业人员讲的话。对于陈佩琪想退休，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尊重并祝福。现在柯文哲号召侨民动起来，要民进党政府政策改革，不要永远只在路上。只是这记者会开始之前，还我台湾做什么事？场面一度混乱，独派团体台湾国理事长出现，民众党上街踢馆，记者会还没开始就先被踢馆。TVBS 刘玉俊、钟永轩台北采访报道。动不动把人家叫去，只是在作秀而已。议会北市科调查小组拍板把他列入约询名单，柯文哲不满也不以为然，加上金华城案，民众党也喊这样一来，是不是该把前市长郝龙斌叫来？他一个观众的民众的质疑他都没有回答啊，所以整个的记者会，我觉得他只是要转移焦点，诚心的啊，我希望他能够全身而退。认为柯文哲要全身而退，必须先解释到位。但柯文哲再反呛，台志光最该查。他自己那个台志光，他才是，那台志光那个约都不是我签的。当时我就很想处理，可是问题是约签在那里的。那费率为什么高于母约这件事情？柯市长的决策过程，我觉得应该要做清楚的说明。前后市长杠上，还有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义善爆料，三大案指控都是来自郝龙斌，绿营只是配合监督。那同党的蒋万安知不知情？在议会，不分党籍，说很多的议员都非常关切提出了质疑。我们是否立场跟态度非常坚定而且一致？直选在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又爆出第四案，指控柯文哲任内果菜市场改建让中华工程减项发包，涉及官商勾结，因为中华工程也属于微晶集团。我要去告发他图利，要告沈庆金，要告柯文哲，要告彭振声，要告浪费公帑，给他1000多万的规划公司竟然规划出这样的案子，而且来绑这个财团。这很奇怪，那为什么老是每个人怀疑我在独立国民党的中常委？当时是遇到疫情期间哦，营造物价突然上涨了20%的，所以原编预算都盖不完。所以现任市长蒋万安还有问题就调查，现任后的柯市长持续被蓝绿夹杀。TVBS 新闻，谢杨佩瑜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